Багровый свет, каждый чем-то прогрет. Музыка разбивает нас под фильтром сигарет. В каждом есть моя фишка, каждый танцует броско. Просто не делай тише, кричали отголоски. Вечер моя новелла.请亲。在响啊！
50公斤，你信吗？我信。120斤吧。120。哎呦，真的！将静心力，对，今就是每次要静心。行，来，你这个很累。你那翘起来了，看吧。平，尽量平，尽量平。哇，也很厉害。来了。这个体力得下降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进还是到达？还排你肌肉上？还是压肉上？都是腱子肌肉。在那片晴空下面，我们说着你也只虚空的世界。在2019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，他成功的抓起了145公斤。我们看看他今天的表现。漂亮，成功。我们预祝李发兵能够成功举起这个重量，这个重量非常重要。如果是说在奥运会上举起这个重量的话，凭借他抓举的实力，可以这么说，对夺取金牌充满了非常大的希望。哎呦，松的有点急了一点点。好，停稳，漂亮，成功。李大兵刚刚挺起180公斤。好的，大兵，加快，加快。他挺稳的。好的，好的。看，您平时左右拐的太厉害了。